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子杰。那今天呢，到2022年的年底，已经剩下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这一期的占卜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接下来剩下2022年的最后一个月，到底大家的财运如何？那今天我们有三张的牌卡让大家来选择。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常春藤的叶子。第二个，这是一个什么植物的叶子，我也不知道。它有点带红色，然后第三个呢，就是爬墙虎的叶子。好，一、二、三，三组牌卡，请你凭直觉选出一组牌卡。待会儿我们就会各位解释，在2022年最后的这个月，到底你的财运会如何呢？请你继续看下去咯。当然，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欢迎你可以按赞、订阅、分享，开启通知小铃铛。那我们就会陆陆续续的在频道上面跟大家来分享这些塔罗占卜的相关的讯息。